哎，哎，啊，是我，哎，那不是我就坏了。好，我马上就到。你在那低下头干啥呀？咋不说话呢？我有罪，罪人无话可说。谁说你有罪了？谁让你脖子了？向我反映情况。校长，你说我从老板到村长，我容易吗？我咋当上这个村长，你们心里有情。我顶着三大家族的压力，我的家为我付出这么多，我图啥？我为啥？不就是想为老百姓做点实事吗？在工作上，你是领导，但我不这么看，我认为你是大哥。兄弟落水了，你得奋不顾身的跳到水里面拉兄弟一把；兄弟走不动道了，你得扛兄弟一把。兄弟啊，永远感激你的宽厚的肩膀。这么半天，你都啰嗦些啥呀？你都是啊？在共产党天下，还存在着官大一级压死人，这封建长官意识还顽固不化呀？这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阻力，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不利因素啊！大哥，这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，要是没搞好，直接影响到生产力的发展。喝点水吧，小帅。哎呀，不，行了，我不喝水，打搅了，喝点茶喝惯了。我就知道你说这句话，我上哪给你整奶茶去？这地方。这也是今天你让我来想要吃的。油钱出了150万块钱虚入款，已经到账了。你这臭小子，我想都不敢想。村长不公布出来了吗？好啊，在这儿呢。村委会账目公布，这是收入账目款50万元，记着。油田帮助农渔村修路款150万。村委会装修是。10万啊，买车20万，招待费这鸡蛋啊，这是零元，没有，农渔村民委员会150万，哎呦我的妈，天妈老爷，这家伙150万元，我长这么大岁数还第一回见过，是不是得用麻袋扛？你可别咋呼了，这他妈进1000万，得添那2000万的窟窿。哎呀，不管他咋说，黑猫白猫，抓住耗是老猫。修这砖道，这钱这绰绰有余。哎呀，那是修道款。你不管你干啥，要包给你的话，还得给你说个小喇叭呢。你听他说说吧，不是人，真不是人呢啊！我上楼看看去。走。立涛，立涛，你俩过来一下来。怎么了，嫂子？过来了。你俩这紧箍了。咋的了，嫂子？你说啥呢？你俩不能紧箍这个饭店里，这鸟要是总蹲在笼子里，翅膀就展不开了。正好现在我爸回来，是想带立涛去看看我爸。啊，那行，赶紧去准备吧。来了，爸。啊，来过来。啊，你好，你好，
啊，阿姨。就是你家是农村的啊？对，我家是农民的。啊，农村地理条件挺优胜的。嗯，挺好。啊，那紧靠松花江边。嗯，对。地下有丰富的石油宝藏。如果呀、啊，有一个很好的带头人呢、啊，具有发展的眼光。嗯，是。又有经济头脑，去提高村民的思想文化呀、道德呀、竞争意识啊，完全可以打造出一起旅游胜地。可是现在是脏乱差。哎，以后会慢慢好起来的。你说现在我哥上那儿去当村长，就是那个金兰饭庄的老板。哦。金砖矿庄老板，爸，啊，你认识啊？哦，认识。那小子很有你商业头脑。那是，你们是当代的大学生。农村需要你，需要你们的文化知识和智慧。我做多年的农业局局长，局长工作，亲眼目睹了农村的现状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，任重而道远。我从他眼里啊，能看到领导对咱们青年党员的支持。看他忧郁的眼神吧，我能感受到他对民生工程的关怀。我们三口之家啊，分两大份。我爸我妈使我处在夹缝中，在这个小小的社会细胞里，先进和落后都分几步。刚才你也看到我妈了。看到了，有的时候他比小农意识还落后，他对农村有很大的偏见。停在五宝线上，这是可耻。村长啊，我们大学生回来了。哎呀，村长，村长，哎呀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。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啊、哎、呀，这是你爸。嗯。小村长，这还有假？有假就坏了。哎呀，李乡长，哎，这是我云姨的女儿林涵。林涵，这是梨园乡的一乡之长。啊，李乡长你好。啊、哦，这林军长好有福气啊！有这么漂亮的女儿，我真羡慕。哎，大家伙就别干干巴巴的了，到我家喝奶茶去吧。啊，好，走，走，走。林军长，先走。二婶。哎、林涵的父亲林局长来了。啊，林局长来了，坐坐，林局长。算人？是你。啊，你先帮你们坐啊，我给你们。快坐一下，坐坐。
来吧，小涛来了。阿婶，啊，新郎在前，走喝在后。这杯奶茶是林涵孝敬您的。啊，那这给你爸，给你爸喝。快30年了，只是偶尔在饭店喝过两次。乳香飘，香飘万里。奶茶醇，醇香四溢。林涵呐，多多向你二婶学习，不单学会这煮奶茶，奶茶里沁着草原的四大情节，这是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。林涵呐，你爸说的太对了。这样分手了？家族势力是天命。是啊，我们要挑战我的父亲母亲还有我的爷爷，他们为什么这样反对我们的婚事？你敢挺起胸膛去挑战你的家族压力吗？我林红，你是个懦夫。林局长，嗯，于涛和林涵他们在谈恋爱，你知道吗？哦，我知道，我没意见，我非常希望有情人终成眷属。好，祝贺你们。来吧，喝杯奶茶。啊，咱们钱儿从哪来呀？哎，这不村长来了？让我们扒多少都行，扒多远都中。这砖钱不是从哪来的？没钱买砖。这红砖呢，村人统一发放。用多少给多少。那行。你们把自己的旧院墙啊都扒掉的，然后村上统一供瓦匠，雇瓦匠给你们垒。那行，哎，这就满意了吧？行，欢迎，谢谢吧，村长，你去回见见去，金美山拿洋菜在那等着你呢。走，去看看去。真的假的？走。净瞎整，老爷。王少春，你他妈有种你过来，我他妈就不服你，你给我猜我看看，这回当看老金的。那是啊，老舅，我这不来了吗？咋的，要跟我俩短兵相接啊？你猜猜我看看。老舅啊，这建设新农村，整顿村容村貌，这是绝大多数村民的心愿呢，衣食住行，这可是民生大事啊！是你把我请回来的，你怎么还当上拦路虎呢？你给我滚犊子！你他妈别来这套！我拉你选票怎么的？2块钱你他妈忽悠我没给我？哎呀妈！你再往前来，我就他妈捅死你！老舅，你说咱爷俩有啥过不去的？打小我是喝奶茶长大的，我可不是下大的。你再往前走一步！哎呀，干啥？来！快三哥，快！起来，三哥，起来！不行，我就不拆。三哥，爸，你这是干啥呀你？你知不知道磕碜呢？啊？你就干啥呀？全村人全扒，你拆啥拆？不是，我就不扒。三哥，你别跟我爸一样的，他不扒我扒。我他妈揍你！说老金呐，你这是何苦呢？有俩干啥？家家的院墙都扒，我就不扒你一家。你说村道修的不直不好啊？他妈！忽悠我，这干啥？起来，撒我三哥，撒我三哥，撒我三哥！哎，爸，你们上来了，这三哥，起来！爸呀，你这么大人，撒手，这样都收回，都起来！就不扒，那你不扒了吧，老金？你这是干啥呢？快上来！三哥，我扒，1、2、3
这个喷刀，用不了一个月，也让你平平整整。写的是2.05啊，啊对啊，林涵呐，别写错了啊，本身这就不是咱专业，好好记。我做事你放心，这也不是航天科技。怎么样，厉害，这大热天的，大哥过来了，那棉不抗晒吗？大哥，你看我蔫巴了吗？没有没有，这一个个朝气蓬勃呀。我跟你嫂子处对象的时候也这样。大哥，我们在做测量。那再给你换个小伙，立马就蔫巴了。放心吧，哥，他不能蔫巴。咱这道啊，一修宽呐，哥又来财了。哎呀，就这点小聪明，我也没办法呀。我也想保着你们呀，保不住啊。你们俩给哥好好算了，这150万不能可汤失面，看看能不能给我压下个20万、30万的。大哥，测量做预算不是我们的专业，我们只能做出概算。差不多吧。差不多不行。绝对不能修出豆腐渣工程。这150万给我压出20万，放在这些树呢还能给我出20万，这自来水和闭路电视就都解决了。哥，你刚才说的小聪明指的是这个，什么是大智慧？农渔村的经济和文化要大步向前发展，让农渔村有安定和谐蓬勃向上的民生。是啊。大家伙呢都发表一下意见啊，这也到签合的时候了。我说两句。这屋挺热的，咱们长话短说，这活啊这可不能光个人，到前整乱七八糟的跑了找谁去？好，富贵说的对，市养路段有个筑路公司，我表兄弟就在那里工作，他呢主管就咱们市里的、乡里的、村上的道路吧建设修建，你是包给他多有把握呀？你看着看着，这大路都是人家修的，别说修咱们小村道了。我看这事儿行，那那是大公司，人家叫公家。村长，群众的意见应该采纳。对呀，这村里这么大的工程，可必须要审用，这要100多万呢。好啊，大家伙集思广益。大姑父，就听你的了，按你说的怎么办？好，哎呀，倒退20年了，我照样当村长。就是老公鸡一张嘴我就把你们给鼓出去了，哪像现在干活太阳都照屁眼子还不起来。哎呀，要想穷睡到日头啊，那今儿就这么地。哎，咱就散会吧。啊，好好好。饭桌上也没个规矩。二婶，你咋不先吃？以后别老等我呀，我这饿了走哪吃哪的，也没个规矩。你是看样子不饿了，我有点事跟你说。
你买这台车，叫我在乡亲们面前都抬不起来头。你说，油钱是咱们自己，费用咱们自己掏。你整天开着为乡亲们办事，谁能理解你？还以为你是用村里的钱买的车呢。谁能知道你是自己从腰包掏的？这是我原来的意思。我怕俺俩一下拿出50万不干。哎呀，男子大丈夫，在老婆面前弯腰，总像喝口泔水，不是滋味。你咋能有这种想法？这个饭店没有艾兰，能到今天的样子吗？我马上去上江南，我去做艾兰的工作。我开车送你去。车是村委会的车，那乡亲们都要坐，你拉不拉？那你咋去呀？你管我咋去？不行我就爬。你瞧，又不是滋味。二婶啊，我求你还不行吗？不行。这个村长啊，我一定要干下去，要不然妈和老婆呀，这都对不起呀。阿兰呐、就这么说定了啊。这又是小春的点子吧？不是，是我自己的主意。你是咱家的司令，你要一发话我就往前冲。那好啊，今天就跟我回家吧。回去干啥呀？你不在家呢吗？我是母亲，你是妻子，别光顾着挣钱，忘了妻子应该做的事啊。想我二叔了吧？也是的，你俩江南一个江北一个的，都赶上牛郎织女了。我们多大年纪了都啊？二婶，88还接个老窝窝呢。这孩子净胡说。干啥呢？这么温馨幸福啊？他俩还回来了。嫂子，你也太幸福了，快分我一些。林涵，小时候吃过晚饭，躺在妈妈的腿上。妈妈的奶腥味儿迎风扑鼻而来，你闻够了吗？没有，美丽的童年谁也没留得住，都变成了美好甜蜜的回忆。不过现在我们不是又得到了吗？对呀。可没啥好事儿。你来啊，二婶都跟我说了，又是你花了眼的是不是啊？白天不着家，晚上这时候才回来，你到底干什么去了？还问我休息，我睡得着吗？妈，你离那个鱼头远点。妈，你打开窗看看，别老满目阴暗。你怎么不能往光明的地方去看？行了行了，用不着你来教训我。装修村委会费用10万元。买轿车
20万，不顾村民民生啊。我们村民在党的阳光照耀下，绝不能允许这种腐败现象存在下去，存在下去。爸，你干啥呀？你们看着我那么告诉村子。你那不是瞎整吗？你无凭无据的，那不诬告吗？以后你要负法律责任。哎呀，你懂什么？我啥也不懂，反正我就觉得人王村长大人有大量，不跟你一样的。他他妈大量光给你拉小票2块钱，到现在没给我。你咋就知道钱呢？天天钱钱钱的。你留言了，去儿子你妈说话。连饭都顾不上吃，整天就那么捅个事儿，怀来怀去怀自己，整来整去整自己，自己推要自己吃。屁话，头长见短，弟他妈娘的。告诉。是高局长吧？你有什么事儿？我是农渔村村长。我们村上现在正在修砖路，需要砍伐一些树木。高局长，您给看一下，这是我们上报的报表。修路是好事，但是砍树国家有政策。你们的报表我尽量马上派人去给你们考察一遍，要是符合政策，给你们尽快批。谢谢。那太谢谢您了，高局长啊。哎呀，这是真是来的早不如来的巧啊！谢谢你啊，高局长。哎哎，请问你是筑路公司丁经理吗？哎，哎呀，我是农渔村王孝春的。哎哎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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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呀，我找了你好几次啊，这也联系不上你。啊，那能没事吗？找你，有点小事啊。那好，你在那等我吧，我半个小时就到。哎哎哎哎，那好，哎，好嘞。哎呀，老舅，你有啥事快说，我正忙上筑路公司去一趟。我是来跟你要那2万块钱来了，你到底给不给呀？小春子，咱可是爷们儿，可是嘴呀，说话得算数啊！啊，老舅啊，我放了老板不当，我回来操这份心干啥？哎呀，是你把我请回来的。我回来的目的是要改变咱农渔村的民生。是我把你请回来的。是脱贫致富，不是为了你个人回来。我要不从你这个猫洞上来啊，我当不上这个村长。但是除了我，谁也干不了这个村长。因为你们这三大家族控制着咱们整个农渔村的命运，这谁心里都清楚。这几届选举你捞了多少黑心钱，别说2万，就是2分我都不拿。不是我咒你啊，老舅，这要你得个大病重病，你要得上癌症了，我小春子要不把这2万块钱送到你手里，那我就人家道谢。但是截然不同的两码事，你知不知道？别说2万了，就是20万也不算啥。等我富了发了，我不能看着别人掉到松花江里面，我站在岸边上不救。这是我王孝春最起码做人的本性。
小春子，你是个小子，好，这钱的事儿我再什么不提了，好不好？真的？哎，但是老舅有个事儿，你把这修路这个合同给我签了，我给你10万。我这关好过呀。哎呀，可是村民不答应啊，我能捂住一个两个呀，我能都捂住吗？你把这些村民都安排好了，一家一亲，找那些党硬的，这10万块钱你能安排多少家？你去你妈个腿吧！你他妈忽悠我一把，你还能忽悠我第二把？你给我整事儿你！老舅啊，这是姜太公钓鱼啊，愿者上钩啊！跟他们你说不明白什么揍。妈，我爸咋还不回来？我饿了。等一会儿你爸回来再吃，姑娘。这又是不能回来了。小春家有饭店，别等他，他要在那吃呢。等一会儿再吃。妈，我爸回来了。哎呀，好怕了！哎呀，赵国你回来了。我说赵国，你老舅就这么瞎整，你咋不去说说他呢？我不去，你咋不去呢？你看这话让你说的，你不是书记吗？你看哪个书记让他爹出去办事的？你不是他亲姐夫吗？你家里事儿老往我身上推啥呀？我也没有功夫管这事儿。他就胡搅咱村上的事儿，这不是家事儿。你谁能说听他呀？你说他一句，他十句话顶你，总拿老舅身份压你，自己套学不了自己吧？你看你死脑筋不是了吧？怎么他就不能？你用锤子把刀退下来，一手拿刀头，一手拿刀把，你就削呗，削光了再安上。对对，这也是一招。家家往里塑院墙，老舅舅不塑，孝春强制执行了。那天你到底干啥去了？我那天我躲出去了呗。你躲出去干啥呀？哎呀，这事儿，孝春要知道能满意你吗？这班子能合吗？嗯，合个屁吧。人小春子为修咱村道都跑热蹄子了，你到底是干啥去了？那是村长的事儿，党务的事儿我负责，我能越权管吗？你老舅纯属是绿豆蝇，他骆驼哪就一窝蛆。赵国，我可告诉你，你可不许靠近他。爸，快吃饭吧，我都饿了。啊，来，好好。他妈就算不明白了。赵国呀，你怎么老躲着我呢？你上我这来一趟，快点。你这一天不是算计人吧，就是制造矛盾，你把全村都搅得乱七八糟了，还搅和我。哎，你小孩子懂什么？你就是我爸，我没法跟你说。我可不跟你说。大哥来了、快进屋吧，你跟我爸唠嗑吧，我出去了。找我？快坐那儿。坐。我说你这个书记咋当的？这不是亏累吗？你还用钱时候找老舅了，还用1000不给你拿900。这村上的修路你咋就不给我使使劲呢？那我要承包了，这个钱能没你花的吗？那是村长的事，我一个当书记的老往里插啥手啊？再说你和孝春这种关系激化到这种程度，我问你，你那个破墙头当那个狼虎干啥呀？现在我满身是劲儿，我也帮不上你这个忙。你说现在黄皮子没打住，倒惹了一身骚。好好好，就这个事儿就算过去了。我还有一个事儿呢，你耳后不知天不响啊。事儿？啥事儿啊？有人要挤你。
猴子，挤我。我才不招呢，这大中午的挂窗帘，不知道屋里在干啥。招错了厨子他不骂我啊？我要不干。马金娜，起来。江出鱼了，打鱼去。老金，江出鱼了。啊，是你们俩呀？大他妈是木海南，我睡会觉。你俩赶紧给我滚犊子啊！成事不足败事有余，狗屁事也办不了，滚！咋的了？你说你他咋这样式的呢？没说啥呀？怎么咱俩去，咱俩走吧。哎呀妈！哎，小春，我来这儿呢。我还以为你在办公室呢，来吧，到我这屋吧，正好有点工作向你汇报汇报。哎呀，还是我向你汇报吧。坐这边。哎，肖川，老舅要承包这个修路工程，这事儿误点都不到。这大哥跟你说实话，这还用解释吗？大哥，我找你也是这事儿，工程啊。包给那个杨万那筑路公司了，大哥，一次性包死的130万，包给谁我都没意见，但是咱主要是得保住质量关，咱以这为原则。这是你家大姑父提议包给那个杨万筑路公司的，这很多村民都参与了这件事儿。你别听他的，你得自己拿那主意。村民呐，好的意见呐，大哥，咱必须采纳上的。行。这事儿你就安排吧。进来吧，孙子。县长，你咋知是我呢？除了你，谁还能这么敲门呢？当当当，像几千米似的。我咋没想出来呢？上司啊，向你请示个事儿呗。你咋这么多毛病呢？跟谁说话呢？上司上司的，你不管我叫大哥了吗？已经。那是我受限了。我明天准备举行修路开工仪式，请了点儿乐队和歌手，哎，热闹热闹，看看乡长能不能给点面子去参加。你大张旗鼓的干啥呀？请乐队歌手白给你唱吗？你钱从哪来？你把路修好了，老百姓心中有杆秤。那打仗还得吹号擂鼓助威呢，我这也是鼓士气，有啥不好？我告诉你可别瞎整了，我不同意你这么干，我也不去。那就听你的呗，不听乡长听谁的？我走了啊。这乡长跟个小脚女人似的，前怕狼后怕虎，再这么栽子愣的下去，裤子都穿不上。哎，老金，小春子是只老虎。但你得骑住这小子，你可别瞎得了了，你们俩就知道吃，没一个好东西没有。哎，这么替你卖命，你想咋的呀？给我卖命？你们俩一个好东西没有。还有我他妈照你们脑子直接搂啊。小春子跟你戴眼罩，我瞅你太老实。大头你拿着，你还想咋的？